就一起住吧。我们登记结婚一年之后，我在法律上可以成为滞后的爸爸。什么？这个是合约，麻烦请你看一下。签了合约之后，舅舅真的可以出唱片当歌手吗？对啊。签约金是5000万。签约金真的是5000万？我打算参选城雪区的国会议员，你不要乱说我们家的事，坏了我的好事。到时候我不会放下。只要你们愿意帮我，那么我一定会大方的协助以及支援你们。找一天请各位到我家里坐坐。会长，非常谢谢。之后我只要一想到之前发生过的事，就觉得非常心痛。你能原谅我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我的卤蛇舅舅。